50万。老板娘，这把香蕉给我搞一半。好嘞。妈，可以给我50万。好嘞。老板，妈妈通知我妈。雪文妈，快过来。投篮挑战，来一把试试。给。有人不给你玩了，走走走，那我先走咯。等一下，我今天还有个枪击灌篮挑战，又是你娘啊，我身上的东西全给你，又是你输了，街上的长官全玩给我，敢不敢？谁怕谁？有人我没有说反应波动给你啊。哎呦你妈。西瓜蛋糕，猫爸，找到他。小杰，生日快乐！姐姐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西瓜蛋糕，快尝尝啊！谢谢你，小文，真好吃，谢谢小文姐姐。不客气，小杰吃了西瓜蛋糕，要快快好起来哟。来抖音极速版，看视频领现金。